大声，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淡忘。梦心肝，请你梦心肝，对我讲袂想绝代，是心我最后的办法。卖听卖看无你较快。我这个脚真是好起来是，董事长，这是我的查某囝文慧。文慧，去甲董事长问好。董事长你好。遐水星也唔算是有路的。想袂到讲水星啊，也生一个遐尔外脚的查某囡仔，世间哦。实在真正真无公平。董事长，真歹势，阿伯，我叫文慧进入老爸房间来，要甲你交流着。举报我听。
敢有可能是最想的查某囝？主任，主任，主任！ 想想咧，就困去啊。今仔日落来，去拄着一个人。啥物人啊？曾董事长。曾董事长，你是安怎去拄着伊？ 是，是手机找到的。你找到手机吗？我是伫病院门口，去拄到手机。迄个时阵，我无感觉做意外，而且是曾董事长有特别好事，伊去病院替伊提药。啊，手机咧？你哪路叫伊来？ 你哪会无爱带伊来啦？你莫遐尔紧张，秋瑾真紧就来看你。搁再讲，已经十万年啊，敢讲你无想要好好准备一下，才阁甲伊见面是？小毛，我嘛会装较水，穿较水咧。秋瑾今仔日安怎？ 即马看起来，一定比我更加水哦。即马什么时阵啊？你哪里会甲伊比？你本地就做水的，一定拢做水的啊。经过了十多年啊，不知安怎，我听到你甲秋瑾天天讲话，我也是吃醋。 秋瑾，秋瑾，敢有甲你讲啥？无啦。其实十年前，秋瑾一定毋知影咱要出国。我。 我根本都无将你的批交回。你即摆是咧讲啥？我甲你的批拆掉，等你水到底，互水流去啊！对不起。啊，不过你嘛无应该甲我结婚了，佮对秋瑾遐尔关心。
受伤。我想起我刚创业初最后一摆见面，已经是10年前的代志。以前我刚创业初的太太是真好真好的朋友，那是好朋友，哪会拢无你联络？误会吼，是干脆袂清的误会。起码创业初的太太对佮绝情，可能已经活袂久啊。哦，创业初的太太真可怜。创业初的太太一直想要跟我见面，不过我有淡薄仔歹势去见。为甚物？因为以前妈妈佮做过一件对不起伊的代志。若是安尼，你应该甲伊回失礼啊。对不起伊的代志，若是安尼，你应该甲伊回失礼啊。妈，我敢会使问你，什么代志？水星也是熟人，你哪会甲蔡叔讲我是水星的查某囝？妈，阮爸爸到底是熟人？在一年啊，我是叶顺公，手机若是看袂过，伊都有法度了解我。哪会知讲春兰无将被交予秋金？春兰怨得我关心秋金，也不伊哪会知讲我甲秋金已经。在我心肝内，我永远拢亏欠秋金。三万，文辉问我，伊的爸爸是甚么人？我敢要用个甲文辉讲，伊的爸爸就是蔡医师。我骗蔡医师讲，文辉是最新的查某囝。我感觉蔡医师一定不相信。假使伊若阁问我，我是要安怎回答？
点就入去休困，有代志的时候我会甲你叫。不会啦，江司令，我袂忝啊。小金啊，你联络蔡医师，你若讲我有代志哦，想要甲伊研究一下。痛痛的心无理由。蔡叔叔，不会啊！今日早，你哪会在这只？我想我来这找你妈妈，也不过来了伤早，我就踮遐坐一下。我妈妈就早就起来啊，你再慢会使去找伊。我要去上课啊，蔡叔叔再见。不会，你妈妈干嘛带你登去长尾村？看你妈妈。长尾村，我也无听过啊。而且我也无阿妈。那安尼，你妈妈不是讲，你阿爸是饲水性？我自细汉就无爸爸。是的啦，蔡叔叔，我上课你要袂赴啊。要找你，蔡叔，请坐。蔡叔，过来吃坐。曾当署长，你找我有什么代志？我的代志不要紧。我看你一礼拜就找手金，你该想什么代志？手金啊，你过来坐。哦。张书记。起来。等你给我杀过来，我入来房间歇睏，有什么话啊，你慢慢讲啊。张书记。唔免啦，我只是来请秋金去看春暖。春暖即摆会体谅，恐惊已经无法度维持落去。云山。足早就清醒啊！我一直甲你叫，伊拢无过来，我就是想讲你出去啊。我今仔透早就去找秋金，甲伊约好，伊今日就来找你。真实嘞。